看到这个狼虎之争啊，是吧？反而还挺有激情的。好，奥斯卡，看看自己的能力，这是速度够快够大，打吧！这球又进了。从奥斯卡速度上碾压了对方的中卫，这没有办法了。完完全全个人能力的体现，在前场接到后场的长传球之后，他又是自己的一次表演，盯不上啊，完全防不住。所以今天奥斯卡呀，在陕西队阵中他的作用。